大家好，我是阿勉，我又来了。俗话说，迈开腿，管住嘴哈，以情补情。我们今天先管腿，再管嘴，做一个干锅牛腿，俗称牛蹄子。开干，100万买了两个牛蹄子，先把腿毛给它处理哈。再用钢丝刷刷洗干净，再给它洗个脚哈。再把它分成三球，这个牛海的就是精髓哈，牛子味儿。阿公，点火哦！要得开干。凉水下个牛蹄，哎，走，下个葱姜、料酒，烧开开水，先下点葱姜蒜。你看我新买了那么多调料，把贵得很了。阿公不贵，这些我都是用奇思卡买的，用它在全国超市摆得起，家乐福、沃尔玛等超市都能用，买好多都不心痛。嗯，那个还是划算。就是啊，去支付宝搜索奇思卡就能免费领取一张，点击我的评论区就能够立即领取，而且全国加油还有七折起，加200块钱就能省30次。新用户首单零元购，坚果礼盒、电动牙刷、蓝牙耳机等好物都是任选零元到手。八个香叶桂皮。三来香茅草沙仁，炒过两姜小茴香三大片，碧波一把干海椒，加入清水浸泡，捞出来用清水洗干净。哎呦，好肥哟！烧油，加入豆瓣炒香，炒香下入香料，再加入清水，再下入蹄子，放入盐巴进行调味，冰糖一把。生抽、老抽少许啊，蚝油，盛出一点，扒得快。烧开后转高压锅压一个小时。再切点干果料，葱姜蒜切颗颗。配菜准备点青红椒、洋葱块块、干海椒球球。再烧油，先把姜蒜爆香。下入豆瓣酱、干果酱，炒香放入海椒，下入所有配菜，再下入卤好的蹄子，哇塞，太香了！再来少量的卤水，要得了，七哥，最后点缀葱花一把。这样一份满园飘香的干锅牛蹄送给大家，朋友们要记得开领奇思卡哦。就这个干锅牛蹄，我厚着脸皮为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哦，我请哦。要得很个。哎呦，怎么动啊？我抬都抬不动耶，要抬。来吧，我来吃牛海的。我上次给吃过一回牛海的，火锅好吃很，哎，太爽了，而且滴点怪味都没的。对。哎，就是我感觉，直多多的。你记得我们上次吃头一回吃吐了不？嗯，那个是做趴横了哈。这个就好吃了。嗯，好的。如果牙子好的话，牙过40分钟左右，差不多。嗯，好香。那我今天好香喂。你们那儿吃过那种牛肝没有？没有。陈光，农业局吃的什么？卤水就是了，白水煮啊？你牛海好香啊！你看牛吃的，你真怕死的，用不牙齿两口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，给我喜欢，放上去，喜欢我们。我是阿勉，我是阿哥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